鹿角乡的红衣村这几年一直真积极来推动各项福利化老人长照服务，这也和社区活动中心的使用率是加真高。不过因为活动中心年久失修，内面的便所都已经歹去，经过村长和社区干部的努力争取了后，终于得到县府的经费补助来进行整修。现在这工程已经完工，社区也在今仔日重新启用。看到这环境变得这么好，也和社区居民拢真感谢。村长等是到社区活动中心来便所，伫阿未整修进前，是都无法倒来使用。现在变甲真舒适，小阿公阿妈拢真欢喜。哎呀，较早就未动，到水都无水呀。即摆安尼是真好啦，哦，洗手的位安尼嘛，真好啦。即摆出路有通换哦，啊，像我牙乖啊，那个了，一路行，也无较早无咧咧换哦，牙乖也较无哩变。改了袂歹吼。这是位在鹿角乡的红内村，全村只有一个活动中心，加上高龄化影响之下，社区发展协会这几年来真积极来推动各项福利化老人长照服务，因此社区来活动中心使用起来是真频繁，但是年久失修之下，便所拢已经歹去。依照咱的户籍所知吼，这个便所啊已经使用三十几年了吼，老旧的堵塞啊，跟迄个漏水安尼吼。啊，107年的县长哈，啊，他本身来啊，阮参理事长哈，啊，就甲建立出这个事情哈，啊，县长啊，他很快安尼吼，啊，就派咱的科长伊的团队哈，啊，来熟地了解了哈，啊，就甲咱整修改建。伫村长甲社区协会干部努力向县长林明进争取经费之下，最近整修完成，比伫今日来启用。我们看到整个活动中心，不管是内跟外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我们不管小朋友以及老人家都可以来这里来使用。我相信，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关怀的这个部分，我们的活动中心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。现在来讲，他们这样子呢，第一个就是男女有分开嘛，第二个里面的空间很大嘛。那以前来讲呢，都是用蹲的，用蹲的话，很多老人来讲蹲下去呢就爬不起来，哦，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担心，哦。那现在目前来讲，他们对这个卫生还有里面的这些设施来讲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满意，哦，包括这个楼下的无障碍厕所的这个使用，那基本上已经达到政府的这个呢要求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依照活动中心，因为尼姑。吸收除了便所未当使用以外，还有真侪所在拢需要整理。现在县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，全部拢已经整修完成，希望提供社区居民一个良好的活动空间。记者林顺超报道。